Tell me that it wasn't meant to be. Call it quits, call it destiny. Just because. Hello, 好久不见。我们的化妆视频最近脸上的泛红比较严重，只要我们的遮瑕做好的话，应该也算是一个对瑕疵皮比较有帮助的妆容视频。那其实我脸上呢是比较过敏的，它是那种片状的过敏，还蛮严重的，不过现在已经好了非常非常多了。我好像是前几天的时候用了那个去年买的生发剂，我还觉得它头发应该会长起来了，但是我好像就感觉我这两边皮肤现在是变黑了。不逼逼好吧，就开始今天的视频。今天的妆容呢就是一个发誓可以但是发朋友圈不行的绝美渣女妆。这个妆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义呢，就要非常非常的自信。哪怕是我看我秃头秃成这样子，眉毛基本只有半截，鼻子非常的塌，接受自己的普通，但依然相信姐就是女王。如果你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就一起看去吧，走你。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妆前乳，我终于买了一个，说是干皮必入。之前我在想干皮必入我应该不需要入吧。我说的这种渣呢，不是说我会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而是没有人可以渣到我，你不配。非常女王气场的一个妆容，左抠抠右抠抠，先上遮瑕，轻轻的顺着皮肤的纹理去遮。像这种小颗瑕疵呢，按压点拍的方式，等它稍微的干一下，再用小刷子把边缘晕开，这样子就可以保证一个很自然而且遮瑕度很高的妆面。我有的时候看到我皮肤过敏很严重，早上起来会流眼泪，流下来的地方就更痛。以前我就是痘印的瑕疵，现在就是可能皮肤变得很敏感了，就经常会过敏，我里面长痘。有没有脸上过敏的朋友扣个一看看，你愿意长痘还是愿意过敏啊？因为我脸上的瑕疵呢是比较严重的，所以呢我首先会用一个气垫去把它先均匀一下肤色，然后再用粉底液稍微的均匀的把它铺一下，就相当于把刚刚的这个遮瑕给压住，脸上就已经开始起纹了，跟粉底液都无关了。如何让这个本身已经开始非常干燥的肌肤看上去稍微的润一点呢，就是底妆要稍微的厚一点，那个厚度超过了那个起皮的厚度，它看上去就会比较的水润一些。当然了你也可以用比较水润的粉底液，但因为我现在不管是用再水润的粉底液，它都会有一定的这个起纹的情况，所以呢我还是采用这个厚压的方式，这样子的话可能看上去皮肤质感会更好，就我最近化妆得出来的一个心得吧。听起来蛮这个但实操还行。如果你是追求一个比较自然的妆面，那到这一步你就可以收手停止了，但是我不是。所以呢我们还用一个粉底液，用点压的方式，我觉得就是把脸上从很多瑕疵到慢慢的化到无瑕，还蛮治愈的。可以把脸形容成一张纸。那我现在整个灰面就已经铺完了，那我们来铺这个亮面的。我们用一个亮一个色号的粉底液，一点点就可以了，把这个面中一直到这个法令纹的地方完全提亮起来，中庭稍微的提亮一下，嘴巴这两边提亮，中间提亮，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一种下巴翘翘的感觉。其实这一步的话也可以用定妆粉来做，但是因为我现在脸上不是比较干吗，所以我就尽量的都用这种液体状的，这样子的话脸就会稍微的好一些。暗色呢我用到的是这一盘，把鼻子也稍微的带一下，接着把鼻子就是画的小一点，小刷子沾取这个鼻影色，稍微的画一下，想把这个鼻影呢画的更加的小巧精致一点点，眼窝的地方呢再稍微的加重一些，过渡一下，晕染一下，把整个下巴打出来，我们稍微的烘焙一下，沾取定妆粉，把刚刚画的内容刚刚画的内容全部都定上，用戳的方式。那今天的眉毛呢我想画的稍微的调一点，眉毛真的是太难了对我来说。那我先把这边画上，这边眼睛就已经完全的画好了。今天的这个眼妆的重点呢就是把下眼睑加深，有一个下眼线的感觉，整个眉毛呢画的稍微的挑一点，这样子的眼影的可控范围就多一点点。首先呢画眉毛最低的点定出来，比平常的更加的低一点点，好紧张，又要开始画眉毛了。对称了没，你们帮我看一下眉毛呢，我们就顺着它的这个长相去画它，下面的呢就是向下画，然后中间的呢就是横着画，这边呢我们先稍微的过渡一下，晕染一下，把空缺的地方点上，用一把小刷子沾取这个眉刷调整一下眉心，
然后再把上面的这一根线稍微的画的模糊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用这个睫毛打底膏呢，把我们的眉头稍微的强调一下，把我这些所剩无几的眉毛稍微的定一下型哈。深棕色，把整个眼睛铺个颜色，整个灰面全部画好。画眼影的时候，我记得稍微的，我们画一根线在这个地方往上挑，整个眼影呢就不要超过这一根线。小刷子把我们的下眼睑带到后面就会非常非常的宽，然后到前面就慢慢的没有了。一个圆头刷，沾取还是刚刚的那个棕色，加深在整个眼尾。一个眼影啊，它叠涂三次呢，就会有三种不同的感觉。我们左右摩擦的过度晕染，整个眼睛就是往上提的一个方形的感觉。我们刚刚铺的这个前面的颜色，我们让它稍微的过淡一点，所以我们就用一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晕染一下。拿一个稍微小一点点点平刷，沾取刚刚的棕色叠在眼睛后面。还是用这个刷子在手上把颜色挡掉一点点，沾取一个肉色，把要放珠光的颜色稍微的过度淡一点。我们下眼睑的颜色呢是比上眼睑的颜色更加的重一些，后眼睑可以稍微的宽一点点，然后越到前面越淡，过度到没有，稍微可以把这个距离放大一点点，这样子的话眼睛就会看上去大一点。我们拿一把更加小的刷子，沾取一个深棕色，画一个小小的三角形在眼尾，沾取一个金色点在我们的眼中间，稍微的往前过渡一下。我们用干净的刷子沾取最亮的颜色，放在眼头和这个金色过渡开。内眼线呢，我用的是这一根，非常非常的好用。拿一个小的一个杆子，把我们的眼睑撑开，睫毛根部把它填充完就可以了。还是用我们的眼线胶笔把我们的下眼睑画上，可以稍微离自己的下眼睑远一点点，这样子的话就很有心机的拓宽了你这个眼睛的长度嘛。画小半截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拿一把小的刷子把它晕开，依然沾取那个棕色，把下眼睑过渡晕染一下。不然这个黑色会非常的突兀，我们全方位的照顾到它，多段式的去夹它，还是先用睫毛打底。然后呢，我们画腮红，买了一个新的腮红，就是这个 NARS， 它这个里面也是带一点点小小的微闪。哦，这也太红了吧！整个腮红呢，我们是往上提的感觉，好红啊，镜头里更红哎，好像唱京剧的呀。高光还是用这一块口红，我们涂一个稍微深一点点的，稍微再加深一点点。然后我去换个衣服。Let's be serious. This is a real. This is excuse me. Okay, shut up.